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朱本。今天我们来这个 Kaws 展来看一看世界顶峰的潮流的是什么样的。那先进去吧。全世界什么卖的最贵的一幅拍卖，刚刚已经看完 cos 展了，然后去买了一点小东西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叫 playtime 的地方，是给小朋友玩的，你去看看吧。Best friend forever 的意思。我画一个 cos。To start.